今日欢迎大家吼，来到咱大马庙埕吼参加咱的庙会，为着要庆祝妈祖娘娘的生日，今日只要有交关的好朋友，就送一罐，这罐通惠路的，这罐通惠路的给你。嘿，阮公司的药啊是销全世界，是世界级的代米科技公司，阮的药啊是世界级的哦，这罐。不管是吼头晕目眩、骨头酸软痛，还是小便不破，吼，还是肝无好，糖尿病、高血压，吼，这罐你甲食落去，都予你好哩哩。有影这么用？有影。我甲你讲，你食起，我甲你讲，真正这边吼足有效的呢，有影吼。对啊，阮爸爸中风吼，就是食这啦。阿兄阿姨在了。对啊。哦，我就会伫那里。对啦，我来甲你交关几页本啦。嗯，这边呀，我爸爸吼，爱坐轮椅。对啦，伊坐轮椅，但是吼，我甲你讲，干那食一个月尔，伊即摆向行路呢。哦，对啊，差不多啦。时阵吼，刚才去福建，拢无啥物效果啦。啊，唔食药啊吼，阮家拄好无啊，所以我要过来甲摕啦。嗯，我即下要食几罐的时阵哦，伊就免行街啊。遐紧，真好。有效啦，迄落一个过遐几十岁阿婆啊，嘛是食到有效。啊，卖讲算较俗啦。你今日若买两罐哦，我阁送你一罐，两罐阁送一罐，哎，这是你较有的呢。这我买下，六千，好啦，安尼六千，啊，阁送你一罐通惠落来，今日后交关咧就送通惠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这边这个好。好，你这厉害，公家嘞，你也真对。哎呦，好啊，来，好早啦，遮济啊，好早。啊！你当时安怎安尼？七早八早都无精神，啊！咧规个神抖抖，无你是无困哦。哎呦，你都唔知咧，最近吼唔知是安怎，头壳安尼晕车车，真艰苦哦。啊！你毋是逐个月拢有去迄个病院咧做检查，啊，搁有咧摕药啊咧。啊，无你迄心脏病甲迄个糖尿的药啊，你是有咧照时间食无？太无。哦，叫啊！你记住歹，前两礼拜伊还袂记哩，咱两个做伙去庙埕遐有无？啊，是毋是有一个咧卖药啊？讲迄药啊无好用，结果我原来有甲买转来有无？哎，当甲顾心脏，降血压，搁会当保肝顾腰子啊。讲足侪人拢食好去，啊我哦，拢照起工食，一天食三顿了，啊，真艰苦。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一双脚你来看，啊，真敢那面骨啊，你唔知哦？哟，哎呦，我嘛知。哟，啊，真干呢？你都要食好侪啊。人医生吼，安怎讲你就安怎做，啊，唔通吼，去家己做医生，乌白食药啊啦。好啦，我就知啦。好啦，行，人个医生吼叫咱来找护士小姐啦。来，阿姆遮坐。嘿，谢谢。阿姆，医生有交代吼，叫我甲伊讲一寡平常时药剂爱注意啥物。啊，即摆我来讲一寡饮食爱注意的一几点哦。第一点就是讲，咱平常时啊，水量爱食有够量，像讲这500cc 的杯啊。咱一天吼爱啉三杯至四杯哦。啊，准讲吼，你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还是讲肝脏问题，还是腰子有破病所引起的水肿，咱可能就是爱交医生参详，咱到底一天爱啉偌济水量够够哦。安尼哦，是讲安尼水啊啉到遐尼多，啊，我咪常常去遐走便所就好啊。是啊，咱啊准讲有想要放尿的。感觉吼，咱就是爱去便所排泄掉，吼，唔好停留哦。搁再来就是讲，咱的腰围爱控制哦，好，因为咱的肚子痛啊，准讲伤过大，可能会引起一挂慢性病，像讲糖尿病啊，还是高血压，即长期的合并症吼，拢会让咱腰子破病哦。哦，安尼哦，嘿，对，这严重哦。有听到无？你爱食迄肥滋滋的迄啊，爱戒啊啦，唔通搁食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哦，你平护士搁较啰嗦，来继续讲。阿姆，你平常时拢总爱食肥猪肉吼，
那如果吃伤油啊，还是吃伤咸啊，像韭菜类的罐头这些东西，不要常常吃哦。平常是吃什么平均，像说每顿的菜里面一定要有青菜，这样才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。再来就是说，你要吃荤，还是喝酒的习惯，可能要改掉，因为啊，这些习惯会让我们的慢性病越严重哦。像你说的，我也没吃荤，也没喝酒，但种菜料都我最爱吃的，现在又叫我不能吃，菜煮到这么正，我是要怎么吃啦，吃不下去啦。没关系，我们朋友有专门的营养师可以调配说平常时吃是要怎么吃。再来就是说，你还有运动的习惯？运动哦，那更加不可能啦，我们家是头那么多，那做到刷来就点到要死，哪有时间运动，做那就有够了啦。你不是叫运动哦，你叫做劳动哦，平常时运动很重要，它可以控制好我们的慢性病哦，所以哦，咱一礼拜啊，爱运动两遍至三遍，每遍哦，爱30分钟以上哦。哈，爱30分钟哦。小姐，我知好啊，我以后哦，逐天诶，大家再招你来做伙运动。小姐，还佫爱注意啥物诶？上重要就是讲哦，唔好食来路不明的药啊。哦，阿姆你有食吼？哦，这来路不明的药啊，食落去巴肚内底吼，拢爱对药剂代谢出去。因为啊，来路不明的药啊，成分不明，会让咱的药剂破病哦。看你家个乌白买无，大概咱买一大堆呢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莫啰嗦啦，我继续。啊，唔像讲我头讲的迄几点要注意，平常时吼，咱嘛爱观察咱家己放尿，吼，看放尿有起泡无？像讲红红安尼的话，咱爱来互医生检查一下，安尼较安全。吼，平常时爱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。像讲45岁以上啊，3年一遍；65岁以上的老人，1年一遍拢是免钱的健康检查。因为咱初步的健康检查报告，会使发现讲咱到底有药剂病无，安尼才会使早期发现治疗。安尼哦，谢谢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没啦，咱回去哦，爱注意啊，有啥问题，再搁转来找阮。谢谢啦，护士小姐。有你的解说，安尼我足清楚啊，我知影，我会注意。好，安尼哦，好，再见哈。谢谢。咱一般油脂机能嘛变慢吼，拄啊开始就是放尿开始会有泡啦。啊，这放尿有泡吼，一般咱拢讲啊，查甫人徛咧放尿拢会有泡吼。啊，所以咱讲油脂引起的放尿有泡吼，就是伊个泡差不多5分钟至10分钟未退，迄种才叫做油脂有泡吼。这是第一个症头。第二个就是咱徛路会喘吼，啊，徛路会喘就是水肿啦吼。啊，这水肿不是跟人讲他的水肿，咱细胞、心脏嘛是会水肿。吼、哦、啊，即阵迄嘛，卡叔讲有产生水肿头吼，就是走路嘛会喘。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是血压会变悬，嘿啊，血压会变悬，最主要嘛是水分甲盐分排袂出去。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是咱的贫血，就是走路可能会喘喘啦。吼、哦、啊，小看运动一下，佫会艰苦。啊，过来上尾啊项，吼、哦、就是。咱会感觉足疲劳的，小看振动一下，还是就是一日到晚拢会感觉人安尼神神疲劳疲劳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的迄就是药剂科的医学会吼、哦，有讲泡水高平菌，这就是咱上界上接听到的，咱药剂病产生的时阵，就是有一挂症头，泡水高平菌。咱一般吼讲食啥物物件，还是食啥物的药啊吼？会造成腰子有问题，一般就是止痛药啊。吼，尤其咱遮庄脚所在，拢会去就是往龙眼山去买一挂便药啊。啊，一般便药啊拢是止痛的较济，吼、哦，所以食药啊的方面就是止痛药啊上介济。再来就是感冒药啊。啊，一般感冒药啊吼，嘛确实讲是卫生局许可的，这是会使，但是量嘛是袂使伤济。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是。痛风的啊，一般这嘛是止痛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上尾啊项就是吃中药，啊是避风，这拢是卫生局无许可的一挂药物，啊是草药啊，所以
咱药物啊是这草药啊方面吼，就是算讲对咱遮造成西药剂较，就是占较大的迄比例就对啦嘿。啊，另外马卡苏讲，咱药剂病吼要造成西药剂来讲吼，他拄啊讲食药啊，这其实是第三名的啦。上介济就是糖分高、糖尿病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第二名就是高血压造成的。所以咱即马一般文明病来讲，就是糖尿病、吼、哦、高血压、甲乌白食药啊，这是占前三名的迄造成咱西药剂上介济的原因。